要英雄，所以有人渴望战士的威风，有人爱成英雄，有人甘于平庸。你会是哪一种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美梦，都可以成功。分钟英雄，不管何去何从，只要你自己认同。也许因为这个世界需要英雄，所以有人渴望战士的威风，有人